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水钻冰透裸肤的款式。首先呢，冰透裸肤一遍打底的效果，然后这是两遍打底的效果，超级的显手白。接下来用到的是一个浅粉色的冰沙宽猫眼，这是06号。这个猫眼呢，跟晶石猫眼的效果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是自带颜色的，超级的好看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再用这个铂金膏呢，在后缘画一个小粉法式，这是高密度的，画出来的这个线条超级的细腻，而且不会太厚重，然后它是细闪粉的。然后咱们上擦底封层，超能擦掉浮胶，再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呢，给它粘上一排小钻，然后咱们粘好以后去照灯。接下来中指还是用到的是这个冰沙宽猫眼的06号，这个粉色的猫眼，我把这猫眼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超级的好虚光，然后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点进去看看。然后再上擦底封层，再粘钻，咱们的食指和小拇指是同款，大拇指和无名指是同款，最后咱们要把钻填缝包边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完成啦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